268南方日报清远版牛仔穀杯媒体漂流邀请赛开幕29支队伍牛仔穀挑战闯关式漂流2015年7月14日6时30分清远观察 PC03HTTP 冒号双斜线 at paper.southcn.com 斜线 NF Really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4斜线 content 下划线7448538.htm 从山上飘下来的感觉就如同在一次次地挑战关卡，简直太刺激了。日前由青新区宣传部、体育局、旅游局主办，南方日报清远观察承办的广东媒体狂欢日暨牛仔穀杯媒体漂流邀请赛在青新区万里山影度假村举行。来自本部在内的29支队伍挑战闯关式漂流。